时刚刚列车长的一把那纪念大油哈，特别建议淡水新线、哦、淡水站实现30分时或者是还往象山的高音量系统刚刚格式建立上、嗯、在淡水站始发站淡水站这里正要离开淡水，有人在这边玩，来这边玩了，那个饭店了，拜拜。这边风景那么漂亮，然后今天搭那个渡船到大门，然后那个渔人码头，渡船到大，那船然后到那个渔人码头，玩录影，录音录影。上面是那个淡海轻轨。那有一班看淡水的高年线刚刚开始就有上，死力这个班就然后顺顺到